各位大家好，这里是博文焦点。最近的南海局势可谓是扑朔迷离，一会又来了个捕获什么潜航器，一会又来了个美军要重返亚太。那么这里的局势它到底是怎么样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呢？我们是解不清楚了。今天我就给大家请来了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军官姚成先生作为我们的军事评论员，请他为大家详细分析一下南海的局势目前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请姚先生。各位博文这个听众观众网友们大家好。我在上一期里面讲了呢，这个中共呢对于台湾海峡的一些动作，我一个观点就是台湾是一个岩洞，台湾海峡打不起来仗。我第二个讲的主要的是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能打仗呢？那么今天讲南海，我先把这个观点立下来，就是将来中美之间最可能爆发战争的其实在南海，不在台湾海峡。我这个讲讲我的几个观点。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南海的情况。南中国海其实包括西沙、东沙、中沙、南沙四个群岛。这个西沙、中沙和东沙这一块没什么争议，基本上是在中国的控制范围里。现在有争议的地方在南沙。南沙南海这个呢，它从地图上看啊，从这个地理位置上看，它这个南北跨度是1800公里，东西跨度是900公里，它的这个海洋面积是350万平方公里。那么南沙这一块呢，它一共大概有200多个岛礁。现在的情况是，这个中国呢，我们中国呢，现在控制了7个岛礁。台湾呢，其实是两个岛礁，一个是这个太平岛，一个是中策岛。越南控制了29个岛礁，马来西亚是5个，菲律宾是8个，还有文莱，还有印尼，都分别的控制了这些地方。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南海是将来中美冲突的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南海在上世纪70年之前几乎没人管，70年以后在南海发现了大量的石油，所以引起了大家的全世界，特别是一些超级大国的主动，美军进来，前苏联进来，包括中国的很多学者提出了绿色国土这个概念。它不仅是有丰富的资源，石油、各种矿产、渔业很丰富，它还有很高级的这个旅游价值。南沙基本上都是珊瑚礁，很漂亮，没有污染，是热带这个海洋风光是最美的地方。这是南海的资源。南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扼守了从中东石油包括欧洲和亚太地区的运输的，几乎是一半的物资的运输量。它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其实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的一个海峡，叫马六甲海峡。扼制住南海以后，整个的全世界的50%的资源全部给扼制住了，所以这是一个战略的交通要道。这是南海目前的这个情况。那么中国，首先我跟大家讲讲中国是什么时候真正的介入南海这个地方。南海的这个西沙群岛有一个岛叫永兴岛，当时呢是国民党驻军，
这个解放军50年这个解放海南岛以后呢，这个西沙的这个国民党驻军呢就向解放军投降了，所以西沙群岛就被从50年开始就被中国控制的，实际控制。发现石油以后，有一个阶段非常关键，就是越南战争，就是美国在越南打仗，65年开始，打到74年的时候，越南战争打不下去了，美国人74年撤了。那么中共这时候发动了西沙自卫反击战，因为我中共当时就控制了这个永兴岛，永兴岛周边的这些小岛还是被越南控制。74年的1月19号，中国发动了南沙作战。为什么呢？一个是美军撤走了，第二个呢，南越控制不住了，北越很快就要解放南越了。如果北越解放了南越，中国就不好意思再去打，因为毕竟是同志加兄弟，就在趁这个节骨眼的时候，一股气就把它拉下来。你就是北越，就是统一了南越以后，他也不好跟中国说什么，我不是从你北越拿下的领土。所以74年的西沙之战在这种情况下打，尽管这个打下来以后呢，这个当时因为海洋在海上开采石油啊，这个很这特别是东南亚这些国家，他们的技术啊达不到，不像陆上采的这个技术方便，所以呢，当时这个美国人还有这个越南人，他都跟他们都是互相合作的。你比如说，美国跟菲律宾合作，在这里搞一个石油钻井平台。那个前苏联跟越南合作也搞这石油钻井平台，中国没有办法。那时候邓小平就说了两句话：南海叫各执争议，共同开发，因为航空兵腿短，够不着，所以只能采取这个绥靖政策。到了80年代的时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那么美军，因为美军跟越南呢关系不是很不好，他因为打仗，所以呢美军呢这个就开始介入南海。美国人也看到了这一块将来是一个很热点的地方，可以说是第二个中东，因为中东的石油很丰富，它是陆地石油，南海石油非常丰富，是属于叫第二个中东。从这个80年代开始，中共为了进一步的控制南沙，那么1988年3月14号，在赤瓜礁组织了一次战斗，叫赤瓜礁海战。这时候夺下了46个岛，那这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看来呢，就是在这个几个岛上呢，现在已经除掉西沙以外，这多少在6个岛上，有3个岛已经建立了机场，就解决了航空兵的腿短问题，进一步的控制南海。这个现在局势变了，中国当时有一个东西就叫9道线，你看看，有的称为11道线，这样的画下来，菲律宾不承认。南海的各个国家，就是南海的这些小国家们，他们也都不承认这9道线，有的说是11道线，就是画下来。所以呢，菲律宾向国际社会呢就提出了这个南海中立，当然中共不理睬，说不承认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南海的形势呢，目前是这样的。